大家好，我是高伟光。近期最想要实现的愿望是什么？尽快签一个大电影。你觉得自己古装帅还是现代装合适？我长得太好看了。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？最疯狂的事情，买了辆摩托车。近期买过最满意的时尚单品？衬衣。如果不当艺人的话，最想做什么样的工作？厨子。什么情况下会说出我太难？我工作人员催我发自拍的时候。对自己身上哪个部位最满意？我太完美了。催我发自拍。粉丝为什么叫你高甜甜？因为我很甜呀，巫咸大人。最近有什么工作要跟大家分享？有个戏定了，敬请期待。